咁啊 ，Happy 嗰陣唔使講啦，嗰係有型啊！你嚟嘅嗰個，阿基少就話：呢三個仲唔係油脂仔女？唔係淨係我啦，三個啊嘛，咪你同你老婆加埋我咯，可以加埋老闆嘅。咁啊，跟住呢個唔使講啦，呢個係一個主題 ，R 就係我就係 R， 係啦，其實我係 RF 啦，咁啊但係唔使咁長嘅 R 都得噶。咁你話我又自己介紹自己啊？你話你唔夠威啊？喂，史覺，你唔係 MC 嚟嘅咩？自己慶祝自己生日，不如咁啦，你一齊大合唱。哎，仲有喎，有份生日禮物咧，我哋阿馬老闆想送俾你啊。勁喎，係啦，咁啊，請馬老闆先。等陣先，可能要揞出嚟嘅字，揞到嚟我好快。唔係啊，我只係聽你啫，不管。我等你萬驚喜先。哇！又有西人又送西木啊！太酷啦，阿老。請老闆成講嘅，咁啊，實在我哋嘅音樂總監咧，對我係好大貢獻嘅。咁我應該係少少心意嚟嘅，唔分足度。希望你中意，同埋祝你咧新年好，所有嘢咧順順利利，係唱啲好歌，回饋我哋樂迷，好唔好啊？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全部都係自己朋友。係啦，絕對唔係嗰啲好歌啊，中意你喎，朋友嚟嘅啫，都係我哋好多朋友嘅，真係嗱。中間係少林好嘛？好多謝曬少林。咁佢好上噶。咁呢位英俊女攝影師同佢影張相。仲有好多啊！哇！嗱，你要乜？有乜嚇？三聲打啊！除咗阿黎志，咁啊，你負責啱冇？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好。你上嚟啦，你幫我 hold 住先好嘛？代表嘛係嘛？你頒俾我啦，頒下頒獎啊，冇乜攞獎，好耐冇攞過獎。我真係揾啲我拉手幫你啊！啊呢件先啊，是但啦。真係好唔使曬！我話俾你聽，呢個手勢你知唔知咧？係啊，生呢個女女話嘅聲音咧，好好做事唔係佢知啊，咁咪好似阿飛咁個咯。啲細路女特別留意呢啲嘢。咁咩咧？其實你可以耐心問多佢，做飯嘅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请给一些掌声我另外一个特别嘉宾，他也是在这里唱歌的 Chrissy， thank you so much。好啦。
说普通话是英文的内容。多謝 B 餐的同事、老闆、老闆娘和所有的員工，包括阿弟 Thank you， 我們的 Function Thank you， 在這裡回到我們這個月都很安全很開心，多謝 B 餐的 team。這個時候我許第一個月吹緊蠟燭，其實我和 Kathy 和基哥、基少的我們不是認識很久，也都是因為這裡的不關這裡事，我們知不認識的。我第一次去他以前都有搞 Live， 你知道他有個 blog 都是他們 Live 的時間，即是他們都很支持 Live Music 的，所以那時候我們認識了，在這裡就熟悉的，就發覺跟我們很合拼，尤其是基哥不是講車就講錶就講時裝，他不是我自己人呢。多謝你啊，公婆，多謝你。好，許願吹蠟燭啊！好，大家要吹喎，要出嚟啊！仲有睇唔到？我多謝你啊，真係有啊！幾位同事都好在，幾位工作人員都係啦，多謝美人，多謝 Sir， 啱啱係啦，媽咪，慢慢嚟，冇問題，我哋做緊美人嘅，我心啱啱好，係啦，應該冇可能有十個，多謝美人，多謝啦，好，翻返轉頭去翻第二個先，第二個 ，Kathy 啊，微笑嘅，好啊，好啊，因為太想你啦，你真係唔使坐，你真係唔使，好，第二個中音吹吹到你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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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 live band 佢都去捧場，佢識我哋好多歌手啦、樂手啦。咁啊，直到最近呢兩三年佢移民啦，去到倫敦住。咁我哋當然佢有幾年曬啦。一翻到香港咧，佢都係到撐我哋啲 live band 場。周哥，你識周啦 ？Thank you so much。好簡單啊，呢度嚟啦，最中意就啲 Selfridges 啊、Carlos 啊買緊呢啲 design 嘅 brand。我哋繼續，我今日加一支油。繼續啊，做翻你魚龍，買多啲靚衫，買多啲靚鞋。好，呢一個好大，好唔需要嘅啦。多謝周哥。好啦，六百都嚟啦，可唔可以啊？關啊，咩啊？誒，仲有啊？關，俾啲我哋十八八四。我的巴士不是在我不管我的
language. Of course. 好啦，跟住啱啱講到嚟，我哋其實都係算 design 嘅自己人嘅，因為係我哋 design 三大美人其中一位。多謝美人 Vicky， 仲有佢老姊妹 Cora， 你哋啱啱成到，咁唔使講啦。雖然我同阿 Angel 啊，阿謝阿芝啦，又開過佢，而家都係即係我哋 design 嘅 team 嘅其中一部分啦。咁啊，多謝幾位好姊妹，大家都身體健康。四個蛋糕，做咩？仲要開香檳係咪？好，好啦，跟住落嚟就要多謝方生方太。嗱，咁當然啦，我哋唔喺度聚嘅，我哋抽籠入去到邊度，佢都成日好支持先達同埋我。咁啊，好，繼續啦，呢個地方你第一次上嚟啦，咁中意嘅話又可以喺度玩啦，有 book 房上翻 OK 啦。咁啊，好啦，打邊爐，打邊爐去翻河景橋四季鋪，或者大排檔小炒。OK， 好，咁啊，多謝曬方生啊，我哋啦，咁啊，要阿 B 唔幫手啊，係啦，我哋好多同事嘅，啊，出咗名嘅呢個咧就叫阿 B 啦，好啊，好玩啊，我哋聽日要做參與嘅，好，一二，哦，嗱，其實應該係少少嗰啲嘅，漏少少，佢咪做嘢緊要，我做一個。呢個係公司嘅，係啊，又唔係嗰個啦。如果個位置上嚟呢餐賀壽嘅話咧，公司係會送一支咁靚嘅酒俾大家嘅。所以個位邊個生日嘅話都可以上嚟，我哋幫你搞生日會，咁樣公司會最基本有支靚酒送俾大家嘅。阿 B 啊，睇翻少少啊，收，唔錯嘅。呢、這個好多客人嚟過都讚阿 B， 同埋我哋幾位同事啊，費事而家咁高調啊，費事嘅嚟請得啦。我就係俾獎先啊 ，B 站同事啊。係啊，咁啊 ，B 站啊，各位可唔可以俾掌聲鼓勵下我哋 B 站同事？其實我哋聽講你講有説法啊，我哋小店嚟啫，開咗都未夠一個月，咁啊，托賴晚晚生意都不錯，咁啊，但係就做到啲同事好攰嘅。我唔同我講，介紹佢低調咁。有難點啊！你哋團隊。係啦，總之呢餐嘅同事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呢餐俾獎先，你哋多謝曬呢餐嘅同事，繼續努力啊！第一個月都未完啊，我哋有排玩有排去啊，驚都未驚過啊！佢老闆啊，係咪老闆？驚都未過啊嘛！好，咁啊，呢個時候有失言啊？冇啊 ，OK 㗎，你兩個。不如咁啦，其實我哋 recap 過嘅，佢兩個要去廁所啦。我哋呢個時候傾到 break， 跟住咧食下蛋糕，飲下香檳，咁啊相仔，多謝曬頭先嘅所有朋友送過嚟啦。咁跟住咧，星牌就會唱啦，真真就會唱啦，屎角要唱啦，老闆要唱啦，仲有我哋兩位今晚要同大家咧，唔係個人唱，唔係個人唱噶嘛，呢個吹噶。系啦，吹吹，即刻会上台吹。你想唔想一齐吹？好吹住我。你可以唔弹噶，叫我花弹都得噶。喺度。系啦，又多个吉他手啦。咁我就可以睇住佢一路吹，一路吹，吹吹吹，然后吹。好，吹手吹机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多谢各位，Scott。